从培养诺贝尔奖得主角度看美国大学排名，润涛言，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美国大学进行排名2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此有抵触。发展到今天，有很多大学校长联名要求教育部停止这种排名，理由是因为用于排名的指标数字除了一项外，其他都是由大学自己报出来的。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比如校友捐款比例一项，有的大学为了增加比例，就把5年内没有捐款的校友定为死了。当然，美国人谁死了，家属未必通知毕业的学校，所以这一项无法找到标准。其他所有项目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使得大学为了名次，不得不花费苦心把数据搞好。由于没有仲裁机构，没有监督机构，甚至没有对数据的查证权利。比如，你不能查证捐款人，这是隐私权。有识之士认为这样搞下去会败坏大学的名誉，就像在美国的中餐馆报税，几乎找不到赚钱的中餐馆。这还有税法的约束，检察机关的抽查，要是没有约束，什么花样搞不出来？哪个大学的数据整理人员胆子大、心眼多、智勇双全，哪个大学的排名就会往前移，这样就助长了大学造假风气，后果堪忧。其中另一项不是大学自己提供的数据是知名度，这项是靠收集到给各大学校长、教务长问卷，对美国上千所大专院校打分。就是这一项，很多人也提出质疑。有的大学校长说，他没到过几所大学，对绝大多数没到过的那些大学根本无法知道内情，给分数纯粹靠拍脑袋。我把美国各大学培养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情况总结了一下，看看从杰出人才培养方面的硬性数据的角度分析对比一下，看看美国大学排名是否合理。这是润涛言自己的想法，只是给很多不了解情况的华人一些参考。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水涨船高。拿哥伦比亚大学来说，过去10年中有8位诺贝尔奖得主，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同时，各大诺贝尔奖提名人也是最多的。诺贝尔奖提名人数与获奖人数是成比例的。那些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提名人，在政治、和平奖、经济学奖、人文、文学奖、自然科学、物理奖、化学奖以及健康、医学与生理学奖等方面，为人类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以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来衡量一所大学的排名是有道理的。这个数字是硬性的，无法造假的。对大学培养人才的能力具有极强代表性的。以下是自从诺贝尔奖颁布至今99年来，美国各大学培养出来的诺贝尔奖人数的排名（括号里给出的是指在该校任过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加上自己培养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总和，称为与该校有关）。首先指出，不包括曾在该校选过课但没有该校毕业证书、搞过短期合作研究的非该校编制的人士。尽管有不少学校也把这类人士列为与该校有关，得到诺贝尔奖以后去该校的也不包括在内。所以这个数字是润涛岩本人的统计方法，觉得比较公正些。其中有的学生入学后就转学了，就不算是该校培养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而算入发给该生毕业证书的学校。比如有一位学生入学后，因为门门考试都是 C，无法在该校继续念下去了，就转学了。后来虽然再次转回该名校，仍然得不到比 C 高的分数，最后又转走。该学生发誓要出类拔萃给你看看，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奖。由于欧洲人对剑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总数耻笑不断，说是在剑桥大学打过牌后，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都算是与剑桥有关。本人试图对美国的大学诺贝尔奖得主数量公正对待，请看下面的排名。数据源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资料与各大学网站提供的资料，经本人整理，去掉不该列入的水分。一、哥伦比亚大学，各大培养出了37位诺贝尔奖得主，与各大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总数有75位，以下简称总数。二、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培养出了36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63位。三、芝加哥大学，芝大培养出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67位。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培养出了25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46位。五、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培养出了23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49位。
六，加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培养出了17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26位。七，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培养出了16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27位。八，普林斯顿大学，普大培养出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29位。九，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培养出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33位。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培养出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32位。十一，纽约市立大学，纽大培养出的诺贝尔奖得主有12位，总数13位。十二，威斯康星大学，威大培养出了11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17位。十三，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培养出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17位。十四，明尼苏达大学，明大培养出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19位。十五，纽约大学培养出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17位。十六，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培养出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42位。十七，Case 大学培养出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15位。十八，密歇根大学，密大培养出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7位。十九，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大培养出了5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17位。二十，卡耐基梅隆，卡大培养出了5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13位。二十一，斯万智墨培养出了5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5位。二十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华盛培养出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23位。二十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培养出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8位。二十四，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华西培养出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总数7位。这里不包括不招收大学生的洛克菲勒大学，总数是20位。美国还有一些培养出3位或2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包括Rutgers 3位，总数5位，达特茅斯3位，总数3位，Pittsburgh 3位，总数4位， Vanderbilt 2位，总数6位， Purdue 2位，总数5位，马里兰 College Park 2位，总数5位，Texas Austin 2位，总数4位，俄亥俄州立大学2位，总数3位，杜卡2位，总数2位， Rice University 2位，总数3位， Notre Dame 2位，总数2位， Naval Academy 2位，总数2位，乔治亚理工2位，总数2位。其中括号里的总数计算方法同上。培养出1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有田纳西、堪萨、图夫茨、威斯康星、米克沃克、布朗、维吉尼亚、布兰迪斯、加利福尼亚、瑞弗赛、Vermont、 Penn State、Wesleyan、Michigan Tech、New Mexico、UT Southern、UCSD、罗切斯特等。培养出4位以上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中，有8所大学是州立大学：伯克利、纽约市立、伊利诺亚香槟、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密歇根、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洛杉矶加大。从上面可以看出，名牌大学中一位诺奖得主都没有，培养出来的大学排名比较靠前的 UVA 西北大学、Emory 乔治城，其他大学的排名与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不太符合的有斯坦福，培养出了7位诺贝尔奖得主，过去几年中大学排名第4到第6位，杜卡培养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大学排名前10名，达特茅斯3位诺奖得主，大学排名前10名，西北大学没有诺奖得主，大学排名前15名，布朗培养出了2位诺奖得主，大学排名15左右，还有排名在15到30名的大学，如 Rice、Emory、Vanderbilt、乔治城等。由于学校学生规模差异太大，按照培养出的诺贝尔奖人数与在校学生人数的比值计算应该更合理一些。
我按照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需要的学生数 K 计算，得出一个系数。系数计算比较粗糙，因为在校学生数是按照最近十年的数字，仅仅有参考价值。系数越小，表明培养出诺贝尔奖的效率越高。一、加州理工系数28，如果把该数调整一的话，哈佛就是2，见括号内数字。二、哥伦比亚47（括号1.7），三、哈佛58（括号2），四、MIT 75（括号2.7），五、芝加哥大学112（括号4），六、普林斯顿113（括号4），七、耶鲁130（括号4.6），八、Swarthmore 186（括号6.6），九、约翰霍普金斯252（括号9）。10 Stanford 346括号12.4，11 Berkeley 349括号12.4，12 Case Western Reserve 483括号17.3，13康奈尔514括号18.4，14达特茅斯727括号26，15宾大863括号34.8，16卡耐基梅隆1050括号37.5，17纽约大学1130括号44.4，18香槟1212括号43.3，19华盛顿圣路易斯1414括号50.5，20威斯康星1580括号56.4，21 Notre Dame 1721括号61.5。22密歇根1850括号66，23明尼苏达1880括号67，24西雅图2692括号96，25 UCLA 2736括号98。再往下的排名数字太大了，超过加州理工100倍了就不列出了。下面是有关大学1998年以来录取率平均数取整数的比较，录取率越低表明竞争越激烈，进入该校的难度越大。哈佛11%，普林斯顿11%，哥伦比亚12%，耶鲁13%，斯坦福13%，麻省理工16%，布朗17%，加州理工18%，宾大21%，达特茅斯21%，杜卡23%，伯克利24%，康奈尔29%，约翰霍普金斯35%，芝加哥大学42%，伊利诺香槟60%，威斯康星60%，明尼苏达74%。从上面可以看出，如果你的孩子有杰出的才能，要考虑学校培养杰出人才的历史。有很多名牌大学99年基本上培养不出几个诺贝尔奖得主，而一些州立大学相当出色，这与学校的传统有关。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不是没有杰出人才的苗子，而是给废掉了。有的学校培养学生的能力有限，但学费昂贵，越是录取率低的，竞争越激烈，学费也越高，这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只算本科毕业生的，哈佛21，哥伦比亚16，芝加哥UC 13，MIT 11，Berkeley 11，耶鲁11，CIT 8，康奈尔5，Swarthmore 5，UCLA 5，UIUC 5，UMN Arbor 5，Amherst 4，Carnegie Mellon 3，Case Western Reserve 3，Dartmouth 3，Princeton 3。Upenn 三，Rochester 三，Washington 三，Wisconsin Madison 三，Brandeis 二，Haverford 二，John Hopkins 二，Oberlin 二，Purdue 二，Rice 二，Rutgers 二，Stanford 二，Minnesota Twin Cities 二，Williams 二，Brown 一。Holy Cross 一，Georgia Tech 一，Cornell 一，Hamilton 一，Michigan State 一，New York 一，Northwestern 一，Ohio State 一，Naval Academy 一，UC Riverside 一，UCSD 一，UCSB 一，Chapel Hill 一，Texas Austin 一。